市场上买菜，因为好久都没有买菜了，家里面都没有菜了，你也不买。老板，我没有空啊。是什么菜？都行。要买点青菜，没有青菜不行的。可以没有肉，但是不能没有青菜。这个菜青要不要？可以啊。我请你把四块钱的，我应该是。好，到了，到了。猪肉还是？你喜欢？不喜欢。你要吃猪肉还是什么肉？我想吃肉。你会煮什么菜啊？我什么菜都会煮，就看你买什么菜。好久没吃鱼了，要吃鱼吗？那有一种鱼没有骨头的呀。我想吃烤乳鸽，我想吃烤鸡。烤乳鸽我不会烤。你在吃什么鱼？这个啊，这个没有鱼的。这个啊？啊。随便你啊。是我啤酒鱼呗。好，那是啤酒鱼。这条是什么鱼？老虎鱼。啊，就这个，多少斤？14块，这么贵啊？哦，这个十，我交价钱了。这个有多重呀？1斤多一点啊。1斤多可以。你要把水炼干。我拿过来称了，没有水。1斤半了，20块钱。帮我装4个这个。要这个是吧？啊，4个。嗯。然后这个也要一点点，这个也要一点点。那四个就够了，不要那么多。啊，好吧。4个。够了，4个够了。这里也要一点。嗯，可以。要4个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嗯，称一下，多少钱？嗯，3块钱。3块钱，好的。刚买菜回来，下午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那个仓库，人家已经收拾完了。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工了，搞卫生。要搞卫生，然后要看一下隔一个办公室出来。但是那个柿子咱们现在是发不了货，因为现在物流很堵，我问了快递那边太堵了。现在发的话也要到10月5、6号。对，可能才会到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很多朋友可能10月份要出去旅游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统一定到3号左右给大家发，3号那时就发出去。这个炒完吗？吃不了那么多，省点，明天还要吃呢。炒一半哦。嗯，炒一半得了。2斤青菜，一人干1斤了。明天早上吃早餐呢，也还要先煮了。煮个面啊、哦。是啊。可以让我洗青菜。这个葱花香菜也留一半。啤酒鱼我煮吧。你做菜啊？嗯。让你试一下，小酒开啤酒鱼。我煮的啤酒鱼还是不错的哟。那我可以试一下你做的。是真的哟，可能这么久忘记了。那我帮你打下手得了。等一下，我百度一下怎么做先。先开煤气行了。等一下，我百度一下怎么做。那我帮你打下手。可以啊，我之前怎么做的我有点忘记了。之前你拍有视频吗？没拍有。如果你之前拍有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翻一下之前的视频去看一下。我是真的忘记了之前是怎么做来着，我又忘记了。那要不我来做？嗯，我想一下先，好像你告诉我怎么做来着，我试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太
太久没做饭了，忘记了。先开火。然后呢？嗯。再倒油。那不废话吗？先把鱼煎一下哦，是吧？要吗？要啊。先煎一下鱼，然后再。要不你教我做得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。你说，然后我动手，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嗯。放多少？看到够了。我看到有一只虫子被我砸了。砸虫子啊？那应该挺好吃的哦。要不快点看一下，要拌一下这个油，要不要搞到锅边去了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想起来了。你看，一拿上这个叫什么来勺子，我突然记忆就涌现在我脑子里面了。要吹牛？啊？不吹牛，绝对的。我怎么没看到小布丁呢？不打，应该去玩了吧？不能让他出去哦，最近有人偷猫哦。猫没人偷，狗有人偷。你那猫应该。没人会吃的，那么可爱的。吃不吃？怕拿走了。拿走。放点姜。对，放点姜，爆香的。慢点喽。相信我的技术，没有问题的。我是进得厨房，入得天堂了。你要放一个姜，然后你就跑去10公里以外的。来，我拿双筷子。有个夹子专门夹的呀，啊，有个铁夹子呀。之前有个铁夹子的呀，你看小布丁不在那里吗？出来了，弄的。这个是吧？对呀。等洗干净的什么时候了？洗干净又有水。这个是自己烧烤的呀，用尽其用。就是要姜弄了才会出味，懂吗？你走远一点啊！我跑10里开外。伤到你，我不负责啊！要跑到对面那个以前小美住那个房子那里，喊祖宗你叫我。开什么玩笑？以我的技术没有问题的。以我的技术，煮10条鱼都没问题，不放一条。我之前可是做美食的，知道不？是美甲的吗？你别，我是做美食的。后面才改行做美甲的，因为做的实在是混不下去了。嗯、做美食没人吃，只能做美甲。开大火，你不开大火，它煎它不干的。怕它弄。要这样子匀一下那个油，你看专不专业？嗯，做谁都会说的。我也在做呀，光说不做那是假的，但是我在做呀。你不用搅那么快，让它均匀，一块一块均匀了先，你再翻嘛。我现在没翻啦。哦，你意思是停留在一个位置？对，先停留一个位置先，等到后面它中间这里是吧？它、嗯啊、那个煎好了，你再翻到另外一边去就可以了嘛。哦、你翻来翻去的，它反而不好了，很容易烂。好的。哎呦，这个油飙到我了，我离你远点喽。好的。要不我来呗。不用，说我来就我来，我今天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的。这一块太上面了，油压不到，我把它往下推一点。看什么？这个锅影响我发挥是吧？是啊，我怕这个锅等下你把这个锅给甩走了呢。太大火了吧？鱼你要煎这个大火，小火煎它。太大火，我有点。它不上色。先保护我。不是你把锅盖戴在头上面，这样子不会崩到脸嘛？不是，看到那个油崩过来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多油崩过来。你这个有点像以前看那个孙悟空的嘛？孙悟空是怎么样？
拿个锅盖嘛你。你敢叫我爷爷吗？那个吗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快点进锅。快到锅里来。看饭没熟，饭没熟啊？好，这可能吧。试一下你的手艺，先吃鱼先，你要菜吃不完了。我跟你说，那绝对的。刚刚在外面卖那个880那一份都没有这么好吃。上次我们就看到啤酒鱼卖那么贵。先吃一个豆腐，看一下豆腐嫩不嫩。这豆腐其实最好吃了，它吸满了那个汤汁。这个挺好吃的，这个豆腐很嫩的。那豆腐又不是我做的，那豆腐那是那个老婆婆做的。嗯，这手艺不错，既然能把豆腐煮得那么嫩，我都不会的。发现你飘了。是不是？没有啊。那好吃，夸一下你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不好吃，没有你做的好吃。真的，我吃了鱼，真的没有你做的好吃，还是你做的好吃一点，以后还是你做算了。我刚想说这句话的，你抢先一步了。嗯，你今天吃饭太饱了。这个鱼挺好吃的。没有大刺。那明天去把那里卫生弄了，要找人量一下尺寸，然后隔间，然后去灌羊，去把那些纸箱给我拉回来，不然放在人家那里坏掉了。那里可是有我10000块钱在那里呢。要找车，入味。本来说叫我表哥去拉的，他估计也没空，天天守着我比较少。你小布丁喂了没有？小布丁有吃猫粮的。那他一直是干嘛的？玩啊，上来。真的啥都吃的。你爸还没说啊？刚刚还没跳。你去看一下，不要等我。